焊的过程中，如果像这种地下没有焊住的话，可以加焊丝来填补一下，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，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。这就是焊完后的效果。焊接在焊的时候，像这种小缝隙不用加焊丝。冷焊接的工作原理就两块母材纵融在一起。这就焊完后的效果。冷焊机在焊的时候，钨针要伸出陶瓷嘴3至5毫米。焊的时候，像这种小缝隙可以不用加焊丝，直接焊就可以。这个就焊完后的效果。这个是紫铜与黄铜管点焊后的效果。像这种如果第一下没有焊住的话，说明这个钨针距离母材太远了，焊的时候要控制在1毫米之内。如果像这种一直焊不住的话，第一个点可以选择粘一下针，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。
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。看一下这个只有焊完后的效果。如果像这种没有焊住的话，就不要接着往下焊了。焊不住的话，说明这个钨针距离母材太远。这个就是铝板焊完后的效果。